每天说着新闻。嘿哟，不管夜晚还是清晨，有太多的新闻都在这里储存。我和酷流王一起想要把你吸引。首先咱们一起来到重庆，世界麻将锦标赛在这里举行，不少国外选手前来比拼牌技，千万别赌博，娱乐一下还可以。接着再来到南京公园转一转，开车开心路上吸引不少游客围观，种上了五谷杂粮等各种植物，掌握这里是个减压不错的去处。旅游商品博览会在西安举行，同时还进行了评选活动，其中的十只满汉全席成了焦点，只能看不能吃，标价88万。近日山东烟台海边风力强劲，海边湖蓝也吸引了众多市民，欣赏这难得一见的美丽景观，欣赏时也别忘记了安全。下面咱们一起来到美丽的香港，一场台花轿比赛赢得不少人鼓掌，此次大型活动是以慈善为目的，现场还设立了很多趣味游戏。韩寒不仅写作的能力非常强，而且驾驶汽车的技术也非常棒，近日获得汽车拉力锦标赛冠军。有梦想都能成功，只要勤奋，提到相声肯定都会想到郭德纲。近日率领德云社在美国亮相，开始了美国巡演的第一站，票价昂贵照样吸引数千观众观看。法国总理让马克艾罗组织一次会议，会上的他表情非常的给力，不仅丰富而且动作搞怪，难道要和喵星人来场卖萌比赛？哦，您有没有听够？今天的节目已经到了最后，锁定酷流网，不断给您惊喜，一起期待周三会有什么话题。